linked China-U.S. trade war with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nd once again urged China to handle the demonstrations in Hong Kong in a humane way. The statement of the G7 that ended on August the 26th also said that the G7 reaffirms the existence and importance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of 1984 on Hong Kong and calls for violence to be avoided. What is your response to that? 好，谢谢。必须说明，英国无权监督香港的事务。根据国际基本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国主权平等，内政不受外国干涉。香港回归后，成为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不得干涉。这一立场我们多次的说明过，但是三个月来，我们看到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政客，不断的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可谓不绝于耳。因为这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我今天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我认真地看了他们的讲话，给他们做了一下总结。无论他们说什么，万变不离其宗。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一本正经地说瞎话，颠倒黑白，罔顾事实，指鹿为马。只要遇到警察严正执法，就一定说警察有错，武力过度。只要是激进示威分子违法犯罪，搞暴力冲突、暴力冲击，就表示应当给予同情和理解。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不断地为少数暴徒撑腰打气，煽风点火，生怕他们害怕了、退缩了、没有士气了。我想说到底，说了三个月，他们的各种言论无非就是围着这两条打转转。我在想，如果是在他们自己的本国发生了香港这样的骚乱，他们是绝对不敢对本国警察说一句这样的话的。可见这些。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警方的记者招待会。首先我介绍今天四位的讲者。首先大家中间靠你们的右手边，就是我们公共关系科的总警司谢哲忠先生。而在中间靠左手边，就是旺角警区指挥官韦能智先生。而在韦 Sir 的右手边，就是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先生。而在大家的最右方，就是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先生。稍后几位讲者会先后发言，之后会有个答问时间。答问时间就麻烦大家，如果想发问的传媒麻烦举一举手，而每位最多是三个问题。问完问题之后，麻烦将麦交给我们的同事。事不宜迟，交给阿 Sir。 好，大家好。在过去星期六日，暴徒堵塞马路，大肆破坏多个港铁站，抛洒了大量的汽油弹去冲击警方的防线，以及亦都在香港不同的地方四处纵火。我相信很多香港的市民都想香港尽快回复平静，但很可惜，在昨天开学的日子里面，依然有一班示威者发起所谓不合作的运动，制造混乱，影响所有市民上班上学，令到他们备受困扰。大家可以看看这里的照片，
在不同的港鐵站裏面用雨傘、背包或者甚至是直接用他們自己的身體去阻礙車門關閉。有些示威者又按動車廂或者月台裏面的緊急掣，導致車門不能夠關閉。這些示威者的行為不單止阻礙了列車的運作，影響上班、上學的市民和同學，危害列車的安全，更涉嫌違反法庭的禁制令。幸好透過港鐵和警方的聯絡機制，警方昨天在多個港鐵車站裡面拘捕涉嫌違法的示威者，適時令到這些違法和不負責任的行為沒有構成嚴重的交通影響。我希望各位市民能夠反思，到底這些示威者所謂的不合作運動的真實意義是甚麼呢？作為一個執法者，我覺得他們只是以表達訴求作為幌子，作出違法擾民的行為。而去到夜晚，在太子和旺角警署外面仍然出現一些暴力的情況，有大批示威者圍堵警署，用雷射光照射警務同事，向警署投擲雜物和一些腐蝕性的液體，以及用鐵欄等雜物設置路障，嚴重堵塞附近的交通。同時在現場作出多次警告無效之後，是需要使用相應的武力作出驅散和拘捕在場一些違法的示威者。陣間我身旁的 Mr. White 會同大家詳細講翻一些暴力示威對社區的影響。但是我希望趁這個機會講一講近期警方在行動現場裡面察覺到一些傳媒採訪的一些情況。我們不少的同事都有反映，在現場尤其在混亂的情況之下，難以分辨到底哪些是記者，哪些是示威者。有很多人他們都穿著反光衣，但他們的身份是否真是記者呢？我們過去曾經在不同的一些案件裡面都檢獲了一些假的記者證，記協亦都已經向我們警方曾經報案，說在示威現場執到一些假的記者證。到底是什麼人立心不良要用假的記者證？這些假冒的記者去到暴力示威的現場，其實他們又擔當了一個什麼角色？據我們在很多和媒體的合作裡面呢，都是有很有默契，記者是不會阻礙警務工作的進行，因為記者專業的記者從來都是不會影響警隊的行動。我知道攝影記者協會在上個月，即是8月9日曾經出過一個指引，提醒記者在這些暴力的現場之中，不要置身在警察和示威者的中間，不要成為示威者的掩護物，亦不要站在警方可能有機會射擊的範圍裡面。但昨天我們看到在太子，當警務人員去制服被捕人士的時候，而記者圍住了同事去拍攝的期間，有超過10個人曾經圍住，亦都有人襲擊我們的警務人員。同事不知道這些襲擊他的人是否想搶犯，所以他作出了使用胡椒噴劑的方法去應付這些人。我相信真正的記者一定不會作出襲警和搶犯的行為，但明顯有人以記者作為掩護去襲擊警務人員。相信大家都同意，現時有不少的暴力示威場面，現場是相當混亂，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同時需要推進、需要驅散，亦都需要拘捕。我在以往的記者會都跟大家說過很多次，奉勸大家不要零距離地站在警務人員的附近，尤其是當警務人員進行一些推進的時候，這件事會令到我們的同事是難以執行他們的職務。如果記者站在防線和示威者的中間，我們同事亦都很難分辨
邊個係記者。所以我希望再次呼籲各位專業嘅記者，在警隊行動期間一定要保護自己，避免影響警方的行動。我都呼籲在場的記者去識別在你身邊的人，認清他們是否真的在做採訪的工作，以免有人冒認大家的身份作出別有用心的行為。我想在這裡重申，警隊是尊重記者採訪和新聞自由，我們亦都一直有派遣傳媒聯絡隊在現場作出協助。如果你們在現場工作的時候遇到任何你相信的假記者，可以通知我們的傳媒聯絡隊，看看我們可不可以作出一些跟進的工作，包括可能看一看他的記者證，亦都可能會邀請他離開大家採訪的工作範圍，以免阻止你們的採訪工作和警方的工作。接下來我會將時間交給江 Sir 講解一下一些關於行動的數字，之後 Mr. White 會講下過去昨日在旺角區一些示威活動的情況。我現在先交給江 Sir。 好，麻煩你了。在昨天所謂的不合作運動裏面，警方分別在鯉魚門廣場、樂富港鐵站、麗景港鐵站就以藏有攻擊性武器和違反法庭禁制令等等就拘捕了八名男女。我必須再次強調，港鐵公司已經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而我在這裡亦譴責有人公然地違反這些法庭禁制令，挑戰法治精神。而另外，我們在昨晚在旺角進行的行動裏面亦作出了拘捕，期間我們拘捕了23個人。稍後呢 Mr. Wright 就會交代案件詳情。而截至今早為止，警方在6月9日至今的行動裏面總共拘捕了1140位人士。法庭案件有關7月21日在元朗西鐵站發生的暴力事件，至今警方共拘捕31人，而較早前我們已經檢控了4名人士暴動罪，亦都已經是上了法庭提堂的。而另外，警方昨日是再檢控了一名60歲的男子暴動罪，咁案件咧亦都已經喺今日晏晝喺粉嶺裁判法院提堂。而喺昨日直至到今朝凌晨喺行動裏邊，我哋警方咧共有兩名嘅同事咧喺行動當中受傷嘅，包括咧喺昨日朝頭早啦，咁我哋有兩名嘅同事處理樂富港鐵站裏邊嘅一啲嘅示威活動期間，咁就喺制服一名示威者嘅時候咧，由於示威者猛烈掙扎過程中咧，就有兩名同事係受傷嘅。咁呢兩位同事咧喺經治療之後咧已經出院㗎啦。而嗰位嘅示威人士咧係已經被拘捕，罪名係襲警同埋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嘅。使用彈藥方面，在昨天的行動裏面，我們用了一發的催淚彈。當時是昨晚的大概10時，有大批的人士在旺角警署外面聚集，期間曾經向警署就丟不同的雜物，以及用雷射光線就照向警署。而在再較夜10時25分的時候，在我們多次警告之後，示威者都是拒絕離開，而於是乎警方是作出驅散的行動的。行動期間就有示威者就在旺角警署外面就襲擊我們的警務人員，甚至有人是妨礙我們的警務人員作出拘捕，甚至乎是搶犯。於是乎在夜晚11時25分左右，我們警方就施放了一枚的催淚彈就作驅散之用。澄清，網上有指控就說我們曾經在一間大埔的中學，就由於就有一些人士去聲援罷課就而被警方拘捕了。我想在這裡澄清，在今早大約8時左右，我們收到4宗的報案，包括有些是聲稱是該校學生的家長，就說學校外面是有一些噪音的滋擾的。
咁當我哋同事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就見到學校門外有四五十人聚集，而當時咧就個別人士咧其實就唔係嗰間學校學生嚟嘅，亦都有一啲咧係穿著該校嘅學生喺度。咁咧其實我哋當時咧就呢班人士啦，見到警察到場之後咧，就突然間逃跑嘅。咁於是乎我哋同事咧亦都有。